我，你老公，开什么？谁是你老婆呀？又不是没见过，赶紧把门打开。不行，我就看一眼，看一眼我就走。人家都说结婚之前新郎不可以跟新娘见面，那些都是骗人的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开一下门嘛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牧师找你对词呢。嗯，对什么词儿？我结婚要真情实感，是不是你愿意我愿意那套啊？真走了。 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陆潇，你现在应该叫我陆潇。陆潇，又是你，这位先生，今天是我的婚礼。陆潇，如果你要参加的话，就请入座；如果是有别的目的，陈哥。 七年前你离开我，现在又要离开我，你怎么跑了呀？你赶紧去追啊！哎，去追啊！哎，云哥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不好了，星星不见了！星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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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星。
星星，星星啊！宝贝，慢点。怎么不接电话，云哥？我儿子呢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儿子？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说话呀！你儿子就在我手上。撂倒他们，我就把你儿子还给。还给我吧！你好厉害啊！文辉，你学的每一招都是我教的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别杀他好吗？我说过不许爱上他，记住，你的名字叫宁无悔。你失去的记忆，我会一片一片的把你找回来。回来了，妈！星星，你没事吧？星星，星星，妈，星星他回来了，星星。你醒了，陆星。
想起来了，这是哪儿？你把星星藏到哪里去了？你放心，星星很安全，他已经回家了。况且，我对他不感兴趣。 7年前是我的错，不应该让你去接近司静言。现在你的记忆已经恢复，我很想你。 不管你要干什么，收手吧。不论我之前是什么人，都已经结束了。我现在只是慕云阁。没关系，你才刚恢复记忆嘛。等我收拾完了司晴夜，再带你回去。 我带你去阳光明媚的地方，我带你去托斯坦纳，好不好？那里是世界上最阳光明媚的地方。不要，我不要离开长夜，我不会让你伤害司晴夜的。司晴夜，司晴夜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？他不过是你任务中的一环。 你真的让我去接近司晴夜南冥药？是，方法不行。对，好，我去。无悔，你别让我失望。司晴夜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的话，你怎么会骗我？我会舍不得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。司晴夜，我从没有背叛你。 因为我爱上你，当年你居然敢用假密钥欺骗我，还消失7年，你胆子好大！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，以后别再找我。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司晴夜？可是我从 K 哥手里救下你的那天起，就没想过让你离开我身边。放开！你说过，只要我拿到司氏的密钥，就会放我走。 我之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想伤害你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相信我，啊，相信我，刘晓，放过我吧。 放了你，可以。你敢吗？你忘了，从前在我这儿，你只有服从。陆翔，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。 我们俩在7年之前就没有开始过。
我现在就，